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，政府會按法律行事。就終審法院的裁決，運輸署、運輸及物流局會聯同律政司詳細研究判詞，改進車牌查冊的程序和指引，以符合裁決的要求。政府會認真跟進這方面的工作的。這個裁決反映了香港的公正司法制度和法治精神，確保《基本法》在香港有效履行和實踐。